各位委员，大家好。我要在这里强烈表明，要从轮载后的聚落的征收中剔除。我们家全家都住在这边，我们家原本没有在韩工程的土地征收范围内，却在轮载后成立自救会北上陈情，要求被征收后，我们却无预警的被连带划入征收范围内，此乃不符合公平正义，违反人权、生存权还有居住权。我们家不属于轮载后的居落，况且与轮载后又隔了一条马路。韩工程说了那么多年，第三跑道也说了这么久，从来都没有说要征收我们家的房子才能做。我也不反对说建设第三跑道，明明不征收也可以做第三跑道，为何要征收？所以我们全家坚决反征收，反破迁。我这里有昨天有稍微画一下我们家的位置，就跟轮载后，我画红虚线这个部分是轮载后的部分。那我们家就是在这里，我弟、我妈跟我，对面这个是许乔颖，还有陈秀兰，还有许乔颖的老公，我们这六户，都跟轮载后都没有在同一个位置，所以我们要坚决要求剔除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李先生。